印尼国会副议长纳诺是中午十二点钟到国民大会拜会的，由国民大会秘书长陈建忠接待。这个由纳诺副议长率领的六人访问团预定在我国访问四天。他跟陈建忠表示，对中华民国的坚强奋斗、阻止侵略、维护亚洲安全的精神非常敬佩。他并且表示，促进印尼跟中华民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今后亚洲的发展非常重要。